大家看你的球晃，然后腰太好笑了。我是经济领域的，但是因为我还是在教育界，这也是我现在目前的专业。我觉得最能够入手的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做更多更好的教育，去帮助他们的小朋友，从教育去让他们慢慢慢慢可以改变这个社会。那在教学过程当中最大的发现就是，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学习态度真的都非常非常好，他们大概也很习惯志工进到班级里面，所以当有不同国家的志工来，他们其实都非常开心。那小朋友他们那个上课的专注度绝对是超乎我的想象，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手机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玩的，他真的就是眼瞪大眼睛看着你今天要告诉他们什么。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卫生问题，就是这条河啊，这条河本身非常的黄啊。那这条河呢，他们有这个水的需求的时候，就会取自于这条河。但是他们家里面的垃圾呢，也都会弃置到这条河里面。好，所以每次他们吃啊，吃喝拉撒，大概都跟这条河离不开关系。那这条河就是因为它很黄、很脏、很多垃圾，但是他们又取用于这里的水啊，所以在当地人的那个寿命啊，其实不高。柬埔寨是全世界平均寿命倒数的国家，好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观察之后，我们希望可以把一些环境这样的一个意识上的一个教育把它带进来。Oh.
Yeah.